请主持人新月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有请主角。有人说母爱是大海，深情而广阔，有人说母爱是阳光，明媚而温暖。今天我们的两位主角也是两位母亲，一位在临产前被查出患有白血病，一位曾因患脑梗死，如今记忆力逐年衰退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他们又将为我们带来一段怎样的母与子的故事呢？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第一位妈妈。她才貌双全，模仿宋丹丹、范伟、倪萍，信手拈来，惟妙惟肖。他命运多舛，24岁突发脑梗死，28岁记忆力逐年减退，甚至不能记起儿子的模样。今天他登上舞台，希望在有限的记忆里留下更多与儿子的回忆。他就是失忆辣妈李婷婷。我很珍惜当下的每一个有爱的时刻，我想记录下这些快乐的瞬间，让他们成为永恒。有请本期主角。大家好啊，有人花钱点歌，有人花钱美容，有人花钱按摩。今儿我雇个好活，有人请我来有请主角陪大家伙唠嗑了。好，我看今天现场观众那是相当多呀，那场面那真是啊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红旗招展，人山人海，观众是左一层右一层，左一层右一层，左一层右一层，一层一层又一层，哦耶！白云大妈，您来了，我们特高兴。那个大叔他没来啊？没来呢，我不爱带他出来。今天我带着我孙子来的，他那是相当优秀，相当洋气 ，Come on baby！ 哎呀，哪儿呢？掌声呐喊声在哪呢？造型呢？帅哥！This is the remix. Prepare for launch in 3, 2, 1. 太辛苦了。
形象太穿越了，突然从一老太太变成一美少女了呀，快跟大家自报家门一下啊。大家好，我叫李婷婷，我是山东烟台人，刚才那个小鲜肉是我儿子。你差辈儿了，刚才李婷婷，你别说，你也是叠字，跟宋丹丹挺像的哈。我刚才有点紧张，因为我记忆力不太好，所以差点忘词儿。能不能串串烧啊？你比如说瞬间几个，三个四个一串。烟呐，长点心吧，这是在录节目，你是不是傻？是不是傻？真傻！哎呀，你学的太像了。对人物的刻画也很到位，一看就知道谁傻是吗？就指着他呀。